大家好，歡迎嚟到球迷月刊，以下幾則香港足球資訊。嗱，過去嘅四月三號咧，除咗藝人搭的士被人偷拍到啲行為之外啊，亦都係啊香港球隊首次咧喺亞協杯上面對壘嘅。講緊咧就係傑志主場咧對住和富大埔噶，咁結果咧和富大埔就係4-2擊敗咗傑志啊。咁咧在場咧見到有一啲傑志嘅球迷咧就非常之不滿咧，就掛起一啲橫額咁話，咁樣佢就話咧 support。Let's not custom football without fans is nothing. We want a price down. 咁即係話咧，佢哋係不滿個票價。個票價係點樣樣咧？嗱，今次咧係有三場比賽㗎。咁對住大埔咧同埋四二五咧都係收咧180嘅門票㗎正價。咁啊呢個長者啊特惠啲咁啊60蚊啦。咁對住咧台北嘅航員咧咁啊120蚊同40蚊㗎。咁啊其實喺聯賽方面咧都係講緊收緊150蚊同埋50蚊嘅票價，即係話咧去到亞協杯嘅時間咧，佢就係加價嘅。咁啊，睇翻同組嘅對手啦，大埔咧主場其實咧都係收緊三場波80同埋40蚊嘅啫。咁點解啲 fans 亦都會對於票價加上去有不滿咧？嗱，今季你見到咧，傑志咧成績差，表現咧亦都係欠佳嘅。喺聯賽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失去咗咧爭奪冠軍嘅能力㗎啦。咁啊～之前咧五件先跟曾經講過啦，唔使做咁多 marketing 㗎，踢得好咧就自然咧吸引到球迷。咁但係呢一個時候踢得唔好，球迷依然都留喺球場，點解仲要加呢個票價呢？嗱，今季咧傑志嘅陣容亦都係冇乜球星啦。咁你上季有科蘭加價去到亞冠杯，講緊300、250同埋100蚊，會員咧就180蚊同埋60蚊嘅。咁但係今季嗱喺季初嘅時間有個斯素高啦，咁亦都走咗啦，佢表現亦都唔好啦。去到季中嘅時間亦都冇話補一啲好強勁嘅外援翻嚟，基本上啊可以講係地裝啦，除咗先翻阿華島斯之外，咁你話係咪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吸引力同埋競爭性呢？咁同埋咧，去到亞協杯咧，頭先講過幾隊對手咧，都係實力比較弱嘅。大埔其實今季咧一共係會打6次嘅，即係我覺得你睇歐聯啊，你都唔係好想睇啊皇馬打巴塞，都係想睇下佢哋其他聯賽球隊啊。咁我亦都唔覺得本地聯賽對壘咧，聯賽球隊對壘係一個 sell point 嚟嘅。咁去返上年咧亞冠有全北汽車啊、柏雷素爾啊，或者天津權健啲球隊啦，咁就以天津權健咁計啊，喂你亦都入場可以睇到柏圖啊、韋素呢啲球員都叫值回票價，但係今季嘅對手其實你有邊隊有邊一個係你認識㗎？咁同埋咧，好多球迷喺呢一個 Facebook 上面都係留言啦，話不滿個票價。咁但係佢哋嘅班主亦都係冇理會到過。佢唯一咧就係搞咗個感謝制啊，將嗰啲季尾波衫咧就叫減價。咁其實減100零蚊嘅啫，其實會唔會 hea 咗少少咧？咁同埋啊，喺啱啱叫做西班牙化或者再之前幾年。傑志係好努力啦，好務實啦，好似一個細球會去挑戰呢個大財團南華咁樣嘅。咁當時係積咗好多球迷啊，大家好似兄弟班咁啊。咁但係當你傑志去到獨大嘅時間，點解好似冇想下以前咁多球迷去支持你唔回饋啊佢哋，而係希望下令到自己嘅收入增加呢？咁呢個會唔會都係唔係咁好呢？香港隊咧，而家就有新嘅教練上任咯。佢就係咧52歲嘅前芬蘭國腳麥柏倫噶。咁佢曾經咧都任教過唔同嘅球會啦，以及國家隊，例如起白蓮啊、登地聯啊、烏文聯啊、芬蘭國家隊、拉脫華國家隊等等噶。嗱，今次咧佢就係會簽約2年噶。咁其實咧鳳凰計劃咧只係得翻1年嘅啫。咁啊，足總就話咧佢哋會支付埋另外嗰1年嘅人工咁。計嘅，咁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其實本身如果冇鳳凰計劃，都係你足總俾錢㗎啦。點樣講到好似勉為其難頂埋佢咁樣啦？嗱，咁咧好多球迷咧亦都話咧啊，呢一個教練其實份 CV 唔係咁靚喎，點解會揾佢過嚟咧？嗱，譬如睇翻啦，近年咧執教登地聯咧，佢上任嘅時間咧就係7勝和16負咁啊，包尾降班㗎。去泰國烏文聯咧，亦都係只係贏得嗰2場和1場啊，輸8場嘅喎。嗱，拉脫維亞咧
就打一個國家聯賽咧，只係得四和兩負嘅啫。點解咁差都要請咧？咁我又覺得好奇怪嘅。好似喺之前啊，加利偉就上任之前咧，咁啊球迷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就話：喂，佢嗰個 CV 好似好靚，咁但係都水分好高嘅啫喎，刷排名嘅啫喎。咁究竟啊，你哋係要佢份 CV 靚定係唔靚咧？我哋喺呢一個香港隊係咪真係可以揾到一位世界級嘅主教練嚟去任教呢？咁亦都睇翻啲資料啦。咁其實咧，佢上任登地聯嘅時間係喺十月份嘅。之前咧十場波其實都係贏得過一場和兩場，其實都輸曬噶。嗱，咁你照表面咁樣睇啊，可以見到佢係真係冇話一個好特殊嘅能力令到球會突然之間進步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有咁多奇蹟呢？係咪以我哋呢一班球員就可以踢出真係非常之好嘅成績去挑戰亞洲列強呢？係咪？咁亦都呢喺呢一段期間呢，我哋元朗嘅主教練郭家樂呢亦都接受過訪問嘅，咁講下啲生活啊等等啦。咁亦都話呢，佢未來終極嘅理想就係執教香港隊嘅。嗱，我計如果麥柏倫兩年之後真係離任啊，我當佢做得曬啊。咁之後冇成績嘅話，好可能都會試下用翻本土教練嘅。而郭家樂相信真係最佳嘅人選嚟嘅，即係因為佢咧帶嗰班年青人，唔同嘅梯隊都有嘅。嗰兩年可能已經係嗰班年青人上嘅時間，或者佢係未來嘅一個選擇嚟嘅。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其實麥柏倫未上任，我哋都唔知佢好定係唔好嘅啫。我覺得如果一位教練上任，係咪應該係支持多於反對呢？佢份 CV 差，咁你咪睇下佢做成點先咯。我冇話佢一定好，但可以睇下佢做得好唔好先咯。而唔係話哦 ，CV 差又請，程序唔啱又請，咁邊個係你啱咧？係咪一定你球會以前個主帥先啱咧？係咪你話曬事咧？咁啊，大家可以諗下嘅。咁最後一單消息咧，就係前東方嘅教練咧，陳婉婷嘅牛丸咧，就係加入中國女足 U16 嘅教練團噶。咁其實咧就係以前嘅世紀足球小姐咧，孫文咧就係介紹佢去嘅，因為佢之前曾經咧一齊上過訓練班，咁啊都好欣賞佢咁話嘅。咁佢本身咧亦都拒絕咗咧關到女足主帥嘅呢一個位咁樣嘅喎。咁但係咧，我就嘅。普通嘅球迷咧，一般有睇開波嘅球迷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贊成嘅，可以去學下法啊，開闊下個眼界啊。咁但係有一啲我覺得佢唔係球迷嘅人咧，即係可能反中反上腦咯喎。即係例如咧，佢話啊，牛丸你行差踏錯嘅正宗示範。咁又話佢為咗錢啦，咁啊上去訓練啲雞啦，好 cheap 啊咁樣啦，亦都咧有人話佢咧，喂加入共產黨咁嚴重先喎，咁學我頭先咁講啦，其實都係上去學習下啫，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啲教練喺香港學咁多做咁多，都係喺呢一個環境噶啦，咁點解唔出去啊學多啲咧？去到呢一個中國大陸有咁好嘅資源嘅時間，其實真係一個好好機會嚟嘅喎，點解你都會覺得佢係奶共反共呢？喂，好多人都係會去上去大陸做嘢㗎啦。咁教練其實都是一份工作嚟嘅啫。點解你一定要話佢呢？咁其實亦都好多球員上到去中超、中甲係踢波㗎啦。法圖斯啊、徐雲傑嗰啲，點解你哋又唔鬧佢呢？佢哋都係打工啫。即係譬如你可以話好似啊戴偉俊嗰啲咁樣樣，佢本身應該係代表香港，亦都係喺香港長大啊咁樣啦，受過基本嘅足球訓練啦。咁你都可以話佢啊反骨仔啊成啊。咁但係係咪我哋作為香港人一定唔可以去到大陸打工啊，同中國人做生意啊等等咧？咁可能你又會話喂，上一集嘅時候你又話叫我哋唔好支持 RF 力啊，又問我哋如果打亞洲賽嘅時候 RF 力嗌唔嗌出嚟？喂，咁呢一個係兩個問題嚟噶。第一，點解我會話你嗌唔嗌出咧？因為富力咧本身嚟到香港咧，佢一個特權球隊嚟噶，佢破壞咗呢一個嘅規矩噶。咁你話呢一個係咪值得支持咧？就正如好似以前啊，亞洲電視啊，臨執笠嘅時間，好多人話你唔收錢啊，繼續幫佢打工啊，助紂為虐啊。咁喂。亦都係，譬如香港球員咁計啊，佢哋係打工啫，其實都好少會球迷鬧佢哋嘅，佢都係為咗揾錢啫。咁我覺得真係要分翻開咯，始終呢一個都係非常之好嘅機會。我相信好多教練如果有機會嘅話，都會北上發展。其實亦都唔係得佢一個上去發展啦。點解一定要講到成件事係咁差呢？好啦，今集係咁多，多謝各位。球迷月刊封面故事，每月专题报道，深入探讨本地足球话题，每月准时为大家送上。
今年是各自的球隊，嗱，對傳統的你東方啊、傑志啊，都各自有很大的問題，而直接導致到一個亂局出現啊。其實係會結果搞到係好像有個大審判日咁樣咯。今季咧我就覺得很奇怪嘅，點解有今季的局勢呢，有些人就覺得啊個競爭性好似勁咗喎，咁啊梗係本地聯賽好睇咗。其實我覺得即係有少少相反，我潑冷水嚟講，今季我感覺上係咁多隊，尤其是強隊咧，佢整體實力上下降咗。咁所以咧，你變咗對中下游球隊嘅時候，你優勢少咗啦，自己派膠多咗啦。咁所以你變咗先至因為大家失分多咗而令到個聯賽個局勢咁緊湊咯。咁嚟到季尾，其實我覺得個形勢都一樣嘅。你問我覺得邊隊係啊賽程勁啲啊好啲啊，會即係調翻轉，我覺得係睇下邊隊，即係講真咧，睇人乜乜最乜乜噶啦。睇下邊隊無啦啦自己即係爆炸乜乜嘅時候跌腳嘅啫。咧響睇波個角度嚟講咧，就係好嘅，一嚟到。尾都仲有幾隊有得爭嘅時候咧，就即係應該刺激。咁亦都響球會嚟講，亦都係好事嚟嘅。坦白講，能夠有咁嘅現象，當然係好事啦，係咪啊？因為你四隊去爭呢個冠軍，證明各隊嘅實力係唔相差得幾多嘅。因為咧近幾年嚟講，我哋成日都覺得香港嘅足球嘅水準係下跌嘅，係嘛？但是而家咁樣大起咗咧，我相信對香港以後嘅足球嗰方面咧，佢影響力都幾大啊！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得爭啊嘛，唔係話一枝獨秀打曬。呢個爭標嘅形勢，我自己覺得今屆就其實幾微妙，同埋真係大家估唔到嘅情況嚟。咁的而且確對上一次出現咁嘅情況，我都真係唔係好記得會點。而家即係講緊可能成個聯賽係有差唔多一半嘅球隊仲有個爭標希望，呢個係極為罕見嘅事情。咁我覺得導致呢個情況出現係今年要俾好多嘅讚賞大埔同埋南區啦，因為佢哋用比較少啲嘅資源或者冇咁好嘅人腳，佢可以踢到呢個水平。咁今年兩隊嘅進步係好明顯嘅，即係過往佢哋上。上季我哋睇南區可能都比較保守啲啦，謹慎啲啦，但係今屆佢哋嘅進攻嘅投入係多咗嘅。咁大埔亦都比以前穩定咗好多，即係上屆我都覺得佢哋變都係飄忽啲啦，唔係咁容易觸摸。今屆係好咗好多。咁再加上當然啦，傑志嘅有少少下滑啦，今年即係明顯睇到個陣容係有啲青黃不接，係一個幾大嘅影響啦。咁而富力就經過咗咁多嘅金錢嘅堆砌之後，個人腳而家係好咗好多嘅，咁呢個都造成咗今屆亂局嘅情況。咁當然作為球迷或者一個即係半個嘅圈中人，其實亦都好樂意見到呢個事情啦。肯定係好事啦，即係如果多啲球隊，其實反映咗個實力接近啲啦，係嘛？呢個係第一反映咗呢件事，第二就係、是多啲球隊有競爭能力去爭冠軍。我諗對球迷好，對所有人應該都係好事咯。咁其實今屆嚟講，其實自己都未必估得到係以一個咁劇烈、咁激烈到現時為止，仲係非常之爭冠到非常激烈嘅情況啦。咁由季初嘅時間，我哋可能喺對手上東方啊、飛馬啊等等嘅球隊為主要為打，但係其實慢慢個形勢開始改變嘅時間，開始啊今年東方亦都有少少失準啦，飛馬等等啦。咁到季中嘅時間開始對住大埔啊、南區呢啲比較，而家變咗叫爭標分子啦。咁所以喺個情況嘅形勢上，亦都估唔到去到最後尾呢一兩個月嘅時間，都係有四隊球隊可以爭冠嘅。咁但係到現時為止，咁大家已經睇得到嗰個明朗化啦。咁而家喺聯賽嘅形勢上比較優勢啲嘅，包括我哋同埋大埔啦。咁所以亦都未必係我哋想象得到。係爭冠嘅路程裏面係遇到大埔係我哋嘅最大嘅對手，咁但係今年佢哋嘅表現非常之好啦，亦都好穩定，球員嘅表現都非常之出色，咁所以今年我覺得喺富力同大埔即係呢兩支球隊裏面，即係撇除咗傑志一路以往都係傳統嘅一個爭標嘅勁旅，咁到時而家比較被動少少啦，對於佢哋嚟講，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咁當然都希望嚟緊嘅。之後嗰兩場比賽對大埔，甚至乎對飛馬都能夠贏到，可以攞到呢個聯賽嘅冠軍啦。解個即係入座率仲係比平時低咗嘅，冇乜增加嘅。
咁呢個即係好令我奇怪咯，啊！咁亦都失咗嗰個鳳凰計劃嘅意義咯，係咪？點解唔去諗諗個方法增加嗰個票入座率去睇咧？多啲人去睇咧？琴晚嗰場波係爭奪聯賽錦標嘅，竟然得一千零人，二千人都唔夠，仲拍爛手掌啦已經。咁點啊？咁啊點樣為之提升咗香港嘅足運啊？咪嘥氣兩個字。而家個入場人數，我覺得同我自己預期差唔多啦。咁始終呢幾年其實個限制就係第一，譬如冇咗南華嘅呢隊班霸啦。咁東方今年作為即係本地都係有叫助力嘅球隊，個成績亦都不似預期啦。咁始終雖然南區同埋大埔的確佢哋嘅熱血嘅擁躉，所謂嘅死忠係唔少嘅，佢哋主場嘅場面亦都好熱鬧，好有氣氛。咁但係個球迷嘅基礎始終唔係話太多啦。咁所以本地入場人數處於一個咁樣嘅水平，都唔係話太過意外嘅事情。再加埋傑志，可能今年喺佢哋一啲嘅政策上邊啦，即係票價啦，或者收費直播呢啲嘅定位上邊，係似乎同球迷嘅意見係有啲出入嘅。咁呢樣嘢係都影響咗球迷入場嘅意欲。我諗要去令到成個球市興旺或者更加熱鬧，唔單止係嗰個比賽嘅競爭性啦，或者競爭激烈嘅情況啦，係大家嘅吸引力啦，成個聯賽嘅叫助力又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其實本地波係咪可以分散一啲而避免同外國聯賽直接去對冚呢？譬如你睇到亞協其實而家週中進行比賽，咁之前喺外圍賽對黎明體育會，其實大埔都有超過3000名嘅球迷嚟到睇啦。咁跟住落嚟，其實大埔對住航員，其實亦都雖然一隊唔係話咁好吸引力嘅球隊，亦都唔係一隊職業嘅中華台北嘅對手，但其實入場人數都唔差嘅。咁係咪即係某程度上反映到其實週中嘅夜波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我哋明白到成本可能會提高嘅，因為要開燈，成本可能會高咗。咁但係其實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即係唔好講得遠啦。我自己80年代睇本地波嘅時候，係比賽係分布喺禮拜二、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嘅，差唔多一個禮拜係有五日會有比賽嘅。其實嗰時一樣，大家都好樂意去睇波，放縱公民去睇咯。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個比賽嚟得分散一啲，更加吸引或者更加容易方便球迷去到入場呢？咁當然少少失望啦嚇。咁因為今年咁激烈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覺得其實球迷係損失咗嘅，冇入嚟球場睇波。咁但係無論點都，其實我睇翻有幾場重要啲嘅賽事，可能因為天氣啦，因為時間啦等等，亦都會可能會有影響個入座率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其實我覺得若果我哋可以就繼續延續咗呢仗咁刺激嘅氣氛嘅，俾到好嘅足球俾本地嘅球迷嚟睇咧，其實我覺得慢慢，我相信球迷會翻嚟球場嘅。我諗咁講啦，即係其實呢個嘅問題都唔係淨第一，我諗唔係淨係香港發生。其實大家都明白到，如果大家有留心，其實足球在全世界都是下滑的。那個你睇翻嗰個運動發展得很快，其他運動都復升得很快。咁隨住科技發達啦，大家太容易去接觸太多足球，亦都是一個事實。當然，我哋足球嗰個其他的發展停滯咗，亦都係一個影響咯。但係我會咁樣諗啦，即係孤論。點都好，其實我諗大家再嘗試一下咯，即係依個係唔係話你一個球隊或者大家可以講到嘅事情，但係你都頭先你都講曬所有嗰個問題啦，咁就係、是、但係我仍然深信啦，即係雖然你話講緊四千人都唔係好多人啦，但係慢慢開始咯，即係你一個旺場六千人，咁你慢慢開始翻多啲人留意，多啲人知道。我哋都開心，即係等同我哋好似覺得啊，原來當我打協嘅時候，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唔係本身大埔球迷都去睇嘅，咁都證明咗其實香港人係都關心足球嘅。不過究竟點樣令到佢關心咧？點樣令到佢會知道多啲咧？我諗呢個係嚟緊嘅事啦。即係舉例，你香港隊打得好啲啦，係嘛？咁即係所以 that's why 我頭先你講嗰個 point 就係，即係當我打協嘅時候。
你問我係咪要考慮留力，或者係咪要取捨，所以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問題，即係好多人唔係好似你咁了解而家形勢，亦都冇必要去理解你個情況，係嘛？即係你如果同我唔係聯賽梗係重要啦，我梗要留力啦咁啊，咁人哋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咧？係嘛？咁當然呢個真係要同球會我哋自己去點樣去用。我想咁講啦，只能夠用我哋有限度嘅能力去應付咯。目標就只要我哋贏到呢兩場波咧，其實我哋就一定係攞到冠軍噶啦。咁所以其實喺心理上，雖然就係話我哋一定必須要贏到對手，咁但係往往踢波就係咁，即係我自己以經驗就係話，以球員嘅經驗又好，用教練嘅經驗角度又好，喺心理上嘅壓力佢哋會比較大啲。對於我哋嚟講係比較。即係喺個盡量去打，盡量去贏。反而我覺得喺呢啲咁環境底下，其實可能我哋先至有機會啦。最後尾，依個當然係嘅，係一個困難啦。即係尤其是嗰個賽期好接近，咁加埋嗰、那個啱啱，譬如我哋對北韓之後，又要即刻對富力，咁依啲係出現咗一啲嘅。嘅問題啊，即係因為我哋成日都會經即係球會上下啦，球就算由老闆到就算球員都會認為代表香港，我覺得係一件係好光榮嘅事，亦都係一個即係既然係經過要咁多嘅方法，大家而家都好似又講緊話下年邊個打咁，其實好似好緊張嘅，但係點解唔通去到有一打嘅時候，你又會覺得係可以成日都係攞嚟放棄嘅一個比賽呢？咁呢個都係我哋經常去考慮嘅，尤其是你見到兩次都有3000多、4000多人嚟睇，唔通人哋買飛入嚟睇你流力咩？呢個真係好難取捨嘅事情。咁當然啦，我哋一定要面對現實咯。即係我諗都係要好難要睇翻幾樣嘢啊，到時候嗰個分數啦，球員嗰個狀況，我諗呢個係我哋要考慮嘅關鍵。今年冠軍真的出現一隊以往未攞過頂級聯賽的球隊攞到的話，我自己覺得都真的要看看到底這隊波往後的發展是怎樣。其實情況今屆可能有些像早幾年法甲的摩納哥突然打破了巴黎的壟斷，又或者是李斯特城的16年的一個神話的出現，但是這些神話或者這些打破壟斷的情況往後都很難再延續的。你看現在法甲都是巴黎獨大，李斯特城也無以為繼，這個真的好看往後的發展。我覺得除了富力，即係富力贏的可能，佢往後的呢一兩季都會有好的表現，或者都是一個前列的分子。但你話南區和大埔始終基於佢哋財力或者嘅資源，咁要屆屆都好似今屆咁樣排咗喺頭三四位的話，或者即更高的位置，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會覺得大埔啊、南區啊、even 富力啊、下屆會不會仲係有咁嘅局面，可以在前面嚟到去爭冠軍咁樣？反而你會見到可能傑志東方下年會再重新有一個改革嘅話咧，個形勢會更加混亂啊！我覺得係喺亂世裏面嘅枭雄嚟啫，只不過係。其實就即係當中嘅利益就牽涉咗下年亞洲賽係邊個打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打甩皮，你話即係爭緊係咪真係爭金季錦標咁簡單呢？我諗佢哋其實即係更加係在乎於下一季點樣發展，尤其是對大埔同對南區嚟講，我相信依樣嘢對佢哋嚟講係好大嘅吸引力。始終都係你我地區聯賽叫行咗大概8、9年到啦，即係地區隊依樣嘢。咁真係叫今年開始收成正果，叫做大埔同埋南區都好似上到嚟爭標啦。咁我覺得依個嗰個象徵式意義係最大咯。有新足跡的時候，又可能吸引到多啲老細注資嘅，咁你對球隊又好，對啲球員都係好事嚟嘅。坦白講，你之前講嘅所有嘢我都冇諗嘅。其實我就係諗，我哋希望係攞冠軍咯，即係依個係。我想每一個教練或者從業員都是想得到的東西，那我們就其他的東西是不多想，就是自己打好自己。當然是519這個數字大家都很記憶猶新，就是今年的519就是最後一場的殺科，
咁其實我都其實係好希望，雖然我哋嘅主場係喺國內燕子江，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其實無論邊隊球隊嘅球迷都好，喺希望大家今年喺咁熾熱嘅氣氛底下，都係可以入場支持你哋心愛嘅球隊，去為佢哋加油，為佢哋努力。我會認為是富力攞個冠軍機會較大嘅，起碼佢嗰個賽程上面係幫到佢嘅。如果大埔咧，佢嗰個賽程係好慘噶，即係間住亞協杯啊、聯賽場場硬仗啊。咁相對於富力，佢對住啲對手係較弱啦，叫做可以攞足分嘅機會較大嘅。當然佢就係講緊對大埔嗰場波個結果會係點樣啦。咁如果嗰場波過到嘅話，我相信佢攞冠軍機會係較大嗰隊嚟嘅。我依然是會看好大埔多啲嘅，因為今季大埔我自己看啊，嗰隊波咧嗰個士氣係個精神面貌咯，我哋成日講係最好嘅。咁但係實力上嚟講咧，富力咧即係好整以下，佢哋訓練又好啲，冇亞協呢個拖累啦，賽程上又好啲啦。咁所以行程上我又覺得富力睇高半線嘅。咁但係咧，我成日講富力嘅波咧，其實有時好難估嘅，即係你見到佢唔應該失分嘅啲波，無啦啦又會失分咁樣。咁所以即係到最後係鹿死誰手咧，容許我廢話啲講，都係要拭目以待。咁其實去到尾嚟講咧，我覺得即係較為有優勢嘅係富力嘅，因為佢 last 嘅賽事即係計之前最後三周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兩場是佢主場賽事，啊兩場主場賽事，另外一場對飛馬，亦都唔係話一個好難打嘅隊伍，咁所以我啊覺得佢係有優勢。佢而喺今屆佢嘅球員嘅質素啊，同埋嘅財力物力啊，係最好嘅佢噶啦，啊咁啊好多人都即係覺得。富力攞冠軍好像不是那麼好，是外來球隊，但是你沒有的，我能夠參加得你這個聯賽，我攞冠軍是天經地義，有什麼叫做好不好呢？是吧？你又對人家說怎樣，即是外來球隊添，空降這樣，那你給我空降下來，我就是屬於你本土 的性質的了，是吧？你沒有理由這個心態，我覺得就是沒有了。冠軍的預測，如果來到這個階段，我自己覺得富力當然那個機會好像是高一點，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變數出現，但是富力的確他們似乎在賽程上好像比較有利他們，還有我自己有少許覺得富力球員平均年紀是比較大一點的，即譬如可能魯君儀、白鶴、伊達、羅伯圖，其實年紀都不小，在早前一個比較頻密賽程的時候，他們踢得比較吃力一點，去到比賽尾段，他們作客南區的時候尾段失手，又贏緊變成被逼和，那時候他們好像感覺是有少少疲態出現，但是經過近期比賽，又相對經過三月的國際賽期之後，又可以比較長的調整期之後，我自己期望他們季尾的時候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演出，可能季尾會再上力，最後即係幾周的比賽，所以我稍微會看高富力少少。Hello， 大家好。咬花熊今天就帶大家去看一場特別的賽事，就不是英超了，我們是看英國第六級聯賽的比賽。那這場比賽有什麼這麼特別呢？轉頭就會告訴你聽的啦。那這場賽事呢，就是由排名第七的 Ottingham 主場就對這個第五位的 Bradford。 今天這場比賽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我家附近這個 Ottingham 這隊球隊呢，是成為第一支穿上 LGBT 彩虹旗做波衫的球隊來的。那呢，所以他這件盛事呢就已經呢上了各大傳媒報紙、雜誌、 Twitter 等等了。這件呢就是今天呢比賽用的那件彩虹波衫了。那心口呢就寫著 Football vs
Homophobia 同埋 Football for Everyone。咁當然有球會嘅會徽啦，領口位咧都有寫住 Football versus Homophobia 嘅喎，係咪好特別咧？我哋準備出發啦！今日呢場特別嘅比賽掛上咗彩虹旗啦，呢度就係售票處啦，屋仔一間，好簡陋嘅啫。票價咧就只係13磅成人，小朋友仲特價添。Hi. Hiya. Can I have a ticket? You can, my love. Thank you. Hi. There you go. See my shirt. Thank you. They're wonderful. Wow, 睇下今日幾多傳媒。可能我哋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咧睇到球員熱身嘅，咁呢度咧有一個 hall， 咁咧一樣有嘢食，有嘢飲賣嘅，咁咧就好似咧社區中心咁樣。咁然咧就係正式嘅主場球衣啦，同埋撞下波衫。球會啊，就係咁 free 噶啦！我話落嚟影嘢咧，可以扮埋記者一齊落嚟影。上半場終於都開紀錄啦，領先1-0啊！哦，一個烏龍波吹翻成1-1。今日有1390人入場啊，仲係1-1啊，仲有補時3分鐘。咁呢場高 Q 大軍嘅比賽咧就正式結束啦。咁今日嘅比數咧就係1-1，咁啊打和嘅。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噶，可以睇下啲地區球隊嘅比賽，都好熱鬧嘅原來。Town show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LGBT community by wearing rainbow shirts in their league game against Bradford Park Avenue. Altrincham Football Club was looking a little more colourful than usual this afternoon, and it was a scene also reflected in the changing room, with these specially designed one-off rainbow shirts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team's usual kit. It's in support of football versus homophobia. It's a simple idea,
but it's one that's seen the club go viral. The club has sold over 250 shirts with proceeds going to charity, and they've gone down well with fans. Altrincham believe that they're the first senior football club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 have a kit based on the LGBT flag. They hope this move will help encourage other teams to promote the football against homophobia message. This may only be one small gesture by one club, but it represents a much bigger ideology. The football really is for everyone. Joe Curry, BBC News. Hello everyone, it's time for Cầu國風雲錄。I'm the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Football Association, Lai Minfei. Today, I'll talk to you about how Hong Kong team has been able to defeat Singapore首次贏得世界盃外圍賽小組出線權。上集講到今年亞洲盃外圍賽，香港隊主場對北韓，雖然射手要馬飲幸，但表現贏得香港球迷嘅認同，亦都令足球總會的起心肝，認真備戰世界盃外圍賽，仲重金禮聘荷蘭教練包勤，提前一年展開備戰工作。根據出線功臣鍾楚維同埋劉榮業憶述，包勤嘅操練同戰術其實冇咩特別。他最叻是激勵球員士氣，而且非常勤力做功課，專程飛去看賽前出示大碗印尼的比賽，還成功爭取到76年8月去澳洲集訓兩星期。澳洲集訓期間進行了多場熱身賽，代表作是8月11日坎培拉出戰澳洲國家隊，香港隊20分鐘一次攻勢，郭家明投錯意傳，張家平勁射中柱彈出，鄧洪昌衝前補射入網，1-0爆冷擊敗澳洲。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第一組賽事，香港隊第一場比賽1977年2月28日出戰印尼，上半場香港隊落後一球，下半場憑住鍾楚維、尹志強、郭家明、劉榮業各入一球，以4-1反勝印尼，宣告旗開得勝。第二場對東道主新加坡，香港隊曾經兩度領先，都被新加坡追成平手，結果賽和2-2。之後香港隊再以2-1險勝泰國，最後一場以1-1賽和馬來西亞，四至得六分，以首名資格晉級，同第二名的新加坡爭奪出線權。上半場兩隊互有攻守，開賽十分鐘，兩隊人離門六馬射斜，浪費了一次黃金機會。踢到32分鐘，鍾楚維左路發難，推過伊巴謙之後地波送前，劉榮業入射。接應勁射掛網，香港隊半場一球領先。下半場蔡玉如相出，由李國雄入替，香港隊亦踢得比較保守，被新加坡搶翻唔少攻勢。好在55分鐘，卡森罰球射中柱彈出，柯錦松門前執四雞，竟然頂咗出界。到84分鐘，卡森右路罰球傳入禁區，柯錦松頭槌又貼處出界。香港隊教練包勤因為反應過激，被澳洲球證驅逐離場，最終。香港隊保住1-0紀錄，成功取得出線權。包勤賽後被球員拋起慶祝，而郭家明就當選賽事最佳球員。香港隊回到啟德機場，受到英雄式歡迎。入球功臣劉榮業更加一戰成名，成為家喻户曉英雄人物。好可惜，有甲組會人士竟然因為擔心香港隊作客會影響本地球會收入，一度要求香港隊退出比賽。而足球總會最終亦為咗票房收入。先安排兩場主場比賽在季尾舉行，最終五強賽香港隊8戰全敗出局，無緣晉級世界盃。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球迷月刊編輯室。咁啊，嗱，喺呢一节入边咧，除咗我江少之外咧，仲有啊呢一个辉辉啦，同埋仲有阿 Y 啦。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系啦，嗱，各位拍档啊，咁今届咧，而家个联赛剩翻两周赛事啦，咁出现咗一个近似几年前一个大审判日。呢、這個大審判日咧就係講緊有四支球隊啊，喺數字上啊，喺個我哋目前計到仲係有爭冠嘅機會嘅。嗯，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可能能夠有優勢掌握到嘅形勢攞冠軍咧，其實都係得翻兩支球隊啫。我估就嗰另外嗰啲球隊咧，譬如話傑志啊嗰啲咧，咁只係數字上停留喺數字上嘅奪標機會咯。嗯，咁啊，能夠譬如話佢出現咗今屆呢個咁嘅亂局咧，其實各位拍檔啊，點睇今屆嘅亂局？其實我覺得今屆咧，
叫做有幾支球隊都是爭標的大熱門，但其實幾支球隊的表現都不是那麼好的。你由譬如講緊大埔、傑志、富力和南區，沒有一隊由 Day One 開始都是踢得好的，很可能是開頭好跟住之後差，例如南區那些樣啦，又或者開頭未很熟習的，即是富力、啊、又或者不知道他原來這麼厲害的大埔、啊、或者是今季跌窩跌得很厲害的傑志、啊嗯、是慢慢慢慢可能去到季中增過兵、啊、或者熟習了，或者球场起翻好啊，之后先至慢慢会有翻一个争标能力喺度，即系话其实今季咧真系冇一队球队叫做稳定。我唔讲东方嗰啲先啦，即系呢啲其实真系冇乜球队叫稳定嘅。冇错，譬如好似你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传统所谓传统强队啦，例如即系东杰呢啲啦，即系东方杰志，其实东方就一开始其实踢得好嘅，系咁去到一中段咧，突然间咧一个何西安祖受伤之后就。一路系咁向下 drop 啦，去到而家季尾真系惨不忍睹啦。即系如果佢一开始嘅咁样，真系随时即系令大家担心佢呼吸。咁除咗东方之外，就系讲紧杰志啦。咁杰志其实嗰个表现咧，亦都系令到大家不似预期嘅。即系所以咧，呢啲叫做我哋喺开季之前预咗会同富力啊呢啲球队可以一争长短嘅传统强队咧，都相继咧好似都离开咗争标行列。咁好在咧就系杰志咧去到季中嘅时候咧，即系叫做叫回勇翻啲，先至有机会出现呢一个乱局啦。咁变咗咧就系从而咧即系呢啲叫做地区球队咧就即系出咗嚟啦，即系你会见到大埔啊、南区啊呢啲咧就乘势而上咯。咁我自己觉得咧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佢哋咧。呢幾隊球隊爭冠軍，其實佢哋喺開始嘅時候咧都未摸到嗰度打法嘅，係一路喺度試緊。譬如大家如果見到好似譬如以大埔為例啦，佢可以季初嘅時候踢到好似癲放鬥狂龍咁啊，四比四對元朗啊，跟住對住啲下游又輸啊，對住飛馬又失分啊。其實咧佢哋嘅表現都係好似阿威咁講係唔穩定嘅。系啊，即系其实出现咗呢一个乱局，就唔代表话场场波都好精彩嘅。即系譬如一个联赛，你可能好似英超咁样，头到尾可能实力唔系差太远嘅，就竞争性好大。但系好似港超，可能系讲紧头到尾都唔系表现得咁好嘅时间，就令到出现呢个乱局。即系话咧，可能唔系代表个质素系好睇咗嘅。冇错啦，即系所以咧，其实我哋会见到咧，大家都有个睇法，就系呢一个。今屆嘅賽事咧，好大嘅原因都係，即係好似咧係個感覺係啊，點解好似好緊張嚇？啲分數咬得咁緊，但係個入場人數咧真係唔係大家咁理想啦。即係我哋咧上一季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嗰啲網上嘅資料，成日都睇住啊呢場波平均過唔過1000人。咁我初啦估計咧，今年啊到而家為止咧，真係平均應該係少過1000人。嗯，咁日常人数咧就同个激烈性即系好似唔系好成一个正比嘅，即系同埋其实呢一个现象，我觉得喺南华自降之后都会出现咗嘅，即系一来就系真系冇咗个号召能力好强嘅球会喺度啦，因为你以前就算南华对住其他弱队都小猫三几只都唔会话完全冇乜人睇咁样啦，咁。加上佢南華散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唔同嘅球員咧都去曬呢一扎球隊度嘅，其實令到個聯賽咧係啊係叫做平均咗嘅，咁但係冇一隊好強嘅球隊可以即係繼續抗衡咁樣咯。呢個我真係係認同嘅，因為你見到又出現咗幾場波嘅和局咧，其實出現咗一樣嘢就係冇一隊波有把握擊敗咗到，係擊敗到對方。嗱，你喺打港超咧，你千祈又唔好狂攻。你通常咧，你都系攻唔入咧，跟住俾人打反擊嘅。永遠咧，強強對壘咧，都係守嗰隊打反擊嗰隊贏嘅。咁大家可能習以為常啦，就對對都反擊嘅。學阿江少話齋啦，根本就冇把握能力嘅。就算你話富力好似功力好強咁樣，但係有陣時佢都無啦啦失分，佢係慘啊嘛。係啊，但係大家拍檔有冇睇到一個好有一個形勢就嗱，大家個 focus 會去曬聯賽冠軍度啊。其實咧，我亦都。關乎到有兩個呢個亞洲職位啦，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個賽制啦，聯賽冠軍一個，係足總杯冠軍一個，係咁啊，即係如果假設嚇，即係足總杯啊，一定冇富力份啦。係如果假設富力攞咗聯賽冠軍嘅話，應該就越照數啊嚇，就應該係亞軍加足總杯冠軍啦。係咁，如果亞軍同足總杯冠軍都係同一隊嘅，咁咪係咪二三咧？我哋而家都暫時都答唔到，答唔到，因為你冇足總嘅人企翻出嚟，係。去講澄清翻呢件事嗱，我哋照咁樣去推啦。嗱，我哋翻去個聯賽啦，假設性啦。嗯，今年有一個出現好奇妙的一樣嘢，就係話除咗四隊波爭冠軍之外，更加一樣嘢，
攞冠軍嗰隊波又未必可以代表香港參加比賽嘛。係。咁無形中可能會唔會覺得亞軍都好重要嘅領導？冇錯。但亞軍好重要，今年嘅分數拿得咁緊嘅情況之下，假設我攞唔到冠軍，都唔 guarantee 自己隊波攞到亞軍嘅喎。是的，是的，即是你剩下两场比赛，你可能我一场就玩完了。即是譬如好像大家即是讲即是傑志，大家都知道即是傑志即是亞協的兩場波輸了，即是他亞協的前途也都真的有點棘了。聯賽冠軍現在照看機會又不大，如果我是朱 Sir， 我當然是最穩陣就攞咗足總杯冠軍翻嚟先啦，係咪先？即係我做低咗四強，再喺冠軍攞埋，咁我可以攞到一個亞洲賽嘅席位。咁因為對大家都知道咧，香港球隊好奇怪啊！如果佢攞到下一年嘅亞洲賽事咧，對於下一季嘅組軍咧係好大分別㗎，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先？個分別就係可能佢季初嘅時間冇話咩亞協嗰啲淘汰賽嘅話，都係正常組軍，一去到一月咧就狂籤狂籤。咁但係我覺得今季其實咧，如果對於傑志嚟講咧，佢冇一個亞洲賽資格，而佢亦都肯去重建個球隊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當然可能佢會 hea 搞啦，咁我唔知啊。但係我覺得去到佢哋老化咁嚴重，今季表現下滑得咁嚴重嘅時間，係時候要改啦。都係嘅，咁啊，即係今年嘅，即係我哋講好少啦，即係講幾句啲形勢啦。即係如果照估計，即係應該都不出我估下，即係可能係大埔同呢一個講緊富力之爭啦。即係如果嗱富力咧就同大埔大家都攞，大家都已經喺足總杯出咗局噶啦。咁、即係話佢哋咧就應該喺個名次上面都咬得好緊要。若然大家都唔知嘅時間，真係預咗富力可能係攞到冠軍嘅，咁點都攞個第二㗎啦，到時先再算㗎啦。大家都好記憶猶新啦，兩三年前曾經有一句經典説話，即係話聯賽亞軍打亞冠係笑話嚟㗎嘛，會唔會再重？可能亞協就唔係笑話咯。嗱，我呢段我可以好坦白講啦，我哋今集都訪問咗幾個領隊啦，爭邊個領隊？其實其中一個領隊都講過，我都答你唔到呢個問題。因为他都说其实到后来都是要等足总公布哪队踢，即只能够答到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只可以肯定足总杯冠军就最稳阵的。是啊，没错，是啊。如果联赛冠军出现了是富力攞呢，就要等足总公布了。不过呢，如果照计呢，应该这个联赛亚军那个的位置呢是重要过足总杯冠军亚军的。是啊，是啊，就是照数呢应该都是联赛冠军足总杯冠军，跟住就是联赛的亚军顶上的。照我们的理解就是这样。是啊，但是即是我很相信为什么球圈人士这么多答不到你，因为呢富力呢虽然说我是不能够拿到这个资格，因为之前阿 Y 两集前讲过的，就是说你一个竞赛会员不能够即刻做这件事的，即是起码隔一年，即当然的飞马都是这样。是，但是呢如果下一年足总真的比富力真的拿联赛冠军比他打亚洲赛的赛事的资格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不出奇的，就算你说现在足总那些人都不知道，你我们香港足总在亚协是一个什么位置呢？你现在走去问人家说你出現呢件事先問我啦，係啦，因為你未定到個聯賽，真係富力攞咗先啦。如果係即係其他球隊都唔係富力攞，咁成件事咪好簡單咯。係啊，係啦，但係亦都反映咗個形勢。雖然我哋講緊聯賽冠軍係剩翻唔係好多支球隊爭標，但係有某啲球隊真係有能力攞到第二噶嘛。係，咁令到成件事就會好奇妙，就係話攞到冠軍嗰隊未必攞到想攞嘅嘢，攞唔到今年攞唔到冠軍嗰隊波，可能又可以踢到亞洲賽喎。係。咁令到下面三啊四嗰啲球隊，因為而家大家分數係三分之內啊嘛，令到去到最後一周，可能係爭咩咧？就爭睇邊個能夠先攞咗個亞軍先。咁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可能對於嗰啲佢哋啲Big Four嘅對手嚟講，我可以阻住你，可能我都落力啲踢，可能啲波都會好睇啲啊，唔係人工事嘅。即係你大家睇到即係而家足總杯形勢咧，即係有三隊。都是跟 Big Four 冇關嘅，係即係淨係傑志喺四強啦。即係話咧，如果另外嗰三隊，我哋講緊可能係元朗啊、南區啦、南區或者南區喺度啦，即係兩隊啦。即係如果真係俾元朗或者俾夢想攞咗冠軍，隨時咧，如果富力攞咗冠軍，即係好似江少咁講啦，亞軍嗰隊就走上去打亞洲賽咯。係啊，係啊。嗱，譬如大家剩翻呢啲時間唔多啦，先講講啦。我哋都要俾一個意見嘅。咁阿 Y 本身，如果你去到呢一刻嚟講，你要教睇到边队？俾我睇联赛，联赛其实都系大埔同埋富力噶啦，
都是这个的，因为你南区其实争个分数太多，他只是可以做到烂老虎的，而杰志其实基本上他赢晒呢都是没用的，是的，都是要看看其他人会不会输的，是的，他没有一个主动性在这里，所以其实都是这两队的。辉辉呢，我自己呢，即虽然很多坊间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富力，但是我觉得今年呢是机会大的。我都认为是个联赛机会大，他最大问题是他仍然是掌握到的形势，他又是一场球是富力对大埔，是没错没错，他仍然他仲有一样，那场球是不是好像是作客，即是富力主场，富力主场大埔要上去，即是梁氏兄弟的冠军战，即是细佬对大佬，不过衰就衰在富力就首循环输了，所以就麻烦一点，对战成绩对对住大埔的时候就输了，如果和波呢就很麻烦了，这样咯。因为在我来讲，我就都有少少倾向富力本身是机会大的。当然大家都有一个数据，其实今次四支球队来讲，譬如说假设当初我预计到，譬如说假设如果杰志拿到，那他将会成为全港继南华之后是最多联赛冠军的球队来的嘛，他反压精工的嘛，那个夺标次数是。另外南区和这个大埔呢，他亦都是在六十几年来呢是成为第二支球队可以拿到顶级联赛冠军的。就是区队嘛。区队第一支是元朗。到而家都未有幾廿年前，六十幾年前，係啦。咁如果真係富力攞咗，富力都係經典嚟嘅，都係經典嚟嘅，因為特權球隊奪標，佢係空降球隊首次奪標，係啦。所以四隊波咧都刷新咗紀錄，但係有一樣嘢好可以有少少機會率大啦。喺呢四分三嚟講咧，今屆嘅港超聯將會真係會產生新冠軍隊，係。同埋係好多年嚟啊，即係以前舊港甲到而家嘅新冠軍球隊，即係新冠軍隊，南華、東方、傑志之外，係啦，之外係冇錯啦。即係所以咧，我就會預期即係睇賽程咧，五月四號啊，即係講緊呢個富力主場對住和富大埔咧，係應該就會係好大機會就係一個聯賽冠軍嘅冠軍戰啊，即係前哨戰，冠軍戰啊，邊隊搞掂對面就應該攞冠軍決賽嚟啊！如果和咗咧，就會更加緊湊，令到最尾一周，最尾個周真係大審判日啦。佢亦都要爭埋，仲有令到傑志唔好放棄，因為傑志亦都希望係盡量爬到第二都攞第二啊嘛。嗱，我哋講開大審判日啦，即係講少今期我哋呢個封面主題都講楞咗少少講呢樣嘢，即係咧對上一次嘅大審判日，當然唔係爭冠軍啦，係爭緊即係護級啦。即係大家對上一次呢個大審判日有冇記憶猶新啊？非常之猶新，因為其實你睇翻嗰個，就算呢一刻我睇翻嗰條片，佢即係 cut 曬四場比賽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刺激嘅。刺激，同埋好多波入啊，大佬啊，嗰几场波。我问翻你啊，阿 boy， 你有冇谂到大埔佬降个班噶？当年真系冇谂过。我唔系谂住大埔降班噶，真系冇谂过。我记得今次又有大埔份啊嘛。佢不过佢争翻上边咯，唔系，因为嗰个大审判日系唔到最后。嗱，我讲真，我冇谂过大埔攞会降班嘅，因为我嗰阵时去到最尾二个周，佢个分数逼时太差。但系最惨就系佢尾二嗰周咧，佢讲紧系输咗俾神禧啊，冇记错嘅话，就系佢将自己拉咗落去而救咗神禧，因为神禧本身系降咗九成嘅嗰年。系，所以咧佢我好记得嗰场波咧，即系大家临尾，即系大埔个结局就系佢好出咗局啦。即系当年咧佢叫六户级叫即系降班，叫悲情降班啊！即系咧，我好记得咧当时嗰场波咧，南华咧之前已经攞联赛冠军啦，对尾嗰场就对神禧嘅。即系咧，如果无论个胜负系点都好啦，南华都系庆祝个联赛冠军。咁好衰唔衰咧？临尾咧就俾即系神禧反级嘅，反级系啊。然之后咧令到佢由户级变成护级成功，咁南华咧就输住波嚟庆祝联赛冠军，所以咧我记得当时喺球场里边咧，南华一班 fans 就去庆祝，但系咧有好多人喺度闹紧南华嘅，系唔系因为好尴尬嘅？因为系咪嗰场波之后神禧都退出啦？好似系再踢多一季，仲有一季，但系大埔就落咗去都即刻上翻嚟啊嘛！第一季嘅港超联冇错，所以有好多拥趸觉得好唔抵咯。你既然都唔谂住喺顶级联赛度争逐噶啦，点解你要死踢咧？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作為呢個大埔球迷咧，今次嘅落差咁大咧，即係兩次兩鋪嘅有機會審判日，佢哋都有份成為其中一份子咧，對佢哋嚟講應該係好大好大嘅一個嘅衝擊啦。即係所以咧，呢、這個真係俾大埔攞到聯賽冠軍的話咧，我相信呢一個意義非常之大。冇錯。其實咧嗰個日子我哋足總改咗期啊嘛，係剛剛係5/19。係啦。519嗰個又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日子。係啊，咁其實嗱，如果從頭先我哋三個拍檔講咗啦，我哋只係
覺得哪隊球攞到冠軍機會大大啲啦。但係情感上嚟講咧，我係偏向想南區或者南區或者係大埔啦，區隊攞冠軍真係。因為點解咧？嗱，南區其實佢有幾次應該可以踢到亞洲賽。嗯，係。冇錯，其實是應該踢到的，應該知鬧出個風波咁解。但到而家都一次都參加冇參加過。係咯，有啲球迷話即係欠咗南區一個亞洲賽。但大家各位拍檔睇到，如果你睇到十幾周嘅賽事嚟講咧，呢、這個留翻我哋下一集先至，即係定曬所有嘢先至再講啊。如果咁樣判斷對波成敗又。有些嘢係睇到是合理的，佢攞到呢個成績係有。係不過我就頭先阿威話張，你都冇本事贏其他人。係冇錯。即係最後我又發現，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入場數嘅時候，都其實同今次我哋呢個話題裏邊咧，都離唔開區隊嘅。即係其實大家見到傳統嘅強隊咧，可能慢慢喺呢個過渡時間或者沉澱咗少少，叫做 drop 咗少少咧，其實大家見到咧區隊好似有啲抬頭嘅跡象，即係咧過往咧區隊一定唔係啲爭冠軍嘅分子嚟嘅。以前的南區，以前的皇室南區，即係講緊阿馮 Sir 帶嘅時候，佢最多都係一啲黑馬啫。我即係咧做下爛老虎嘅啫。阻人攞冠軍。係啦，今次真係有機會，起碼我哋而家數緊啲四隊裏面都有南區、有大埔、有區隊啦。其實就算唔講呢兩隊，講緊元朗啊，元朗成績好好啦。青英杯入決賽，呢個足總杯入四強，其實佢踢得非常之出色。跟住咧，會唔會即係我哋會預期嚟緊咧？即係會唔會係區隊嘅天下咧？其實你要睇翻，因為咧區隊本身佢真係個區嘅居民嚟噶嘛，咁佢哋會有感情噶嘛。跟住你去到叫做歷史比較悠久嘅球隊東方，佢成績真係差，同埋你去咗大球場真係少好多球迷嘅。咁傑志，你話佢係咪歷史好悠久，佢係歷史好悠久，但係佢叻咗係即係講緊係近呢十零年咁樣先叫好啲啦。咁所以佢加埋佢即係可能票價性嗰啲球迷基礎可能唔係太強，而另外啲球隊其實講緊冇乜歷史啊，富力啊、海景啊、利民啊、飛馬呢啲其實係冇歷史嘅球會嚟噶嘛，佢唔會有個湧南等嗰種喺度噶嘛，所以冇乜球迷，加上佢哋成績如果有某啲球隊唔係特別好嘅時間咧，係合理嘅呢樣嘢。冇錯啦，所以我哋都問咗南區嘅主席，係佢講過，就算今年攞唔攞到冠軍都好，下屆將會以巨型班姿態爭標分子嚟。咁啊，聽到個老闆咁樣講係絕對喜事啦，好消息啦，唔係海景嗰啲嘅話，巨型班跟住唔係嗰啲就得啦，我覺得贊助商走佬。咁啊，即係其實同頭先咧，我哋講緊即係呢四隊球隊啦，爭緊聯賽冠軍，爭緊亞洲賽資格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爭緊，就係爭緊個球場。即係咧，大家咧都去諗下，即係咧，大埔同南區就話踢自己個球場，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富力咧，即係好想扎根嚟香港噶嘛，即係佢成日蠢蠢欲動想嚟香港嚇，話係自己香港球隊啊嘛，即係話咧，如果邊隊攞到高啲名次，揀旺角場亦都係一個 point 嚟嘅。點解咧？但係咧，好多球迷咧，其實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咧。以為大埔同南區唔關事，其實唔係，因為咧南區咧佢嘅球場咧要維修。咁即係話咧，如果南區攞到一個名次高過其他球隊嘅話，佢有權揀旺角場嘅。嗯，好似二次咁咯，用住一年先咯。係啊，係啊，我用住温布萊先啫嘛。唔出奇。所以咧，其實有機會就算冠軍定咗都好啦，名次都影響到佢哋爭。所以咧，好多好多。最後一場比賽仍然都好有看點。係冇錯。OK， 嗱，去到節呢節嚟講就時間差唔多啦。嗱，有所有嘅答案將會喺呢個519嗰度就會。睇下見證有冇機會見到，應該好大機會見到，都係一新冠軍隊噶啦，有噶啦，有噶啦，所以就拭目以待啦。OK， 好，519，睇下喺球場見唔見到大家。好，我哋下一個月嗰一集再見。拜拜。Bye bye